这水泵在响，我把那个水泵电关了，因为今天我把那个，哎，我的鞋呢？谁给我整这儿来了？谁整的？因为我把那个，我把那个水放空了，所以它这个水泵往抽水，抽不上水它就转。我把这个线搭掉，线拔掉，省得它转，拿掉就好了。哦了，拿掉就好了，因为它没有水了，管道里没有水了，它就空转往上抽。但是因为它这桶的水被我放光了嘛，它也抽不出水了，它就噔噔噔噔噔响，然后被我听到了，赶紧把这个线给它，把水泵电给它断了，等水满了再啥，对吧？这是个问题啊，就是说用水泵抽，用水泵连着蓄水池的时候，如果蓄水池的水，小贼猫出来，出来，鬼鬼祟祟的，我不喜欢鬼鬼祟祟的东西，给你有狗粮你不吃，那不有狗粮吗？鬼鬼祟祟的，不喜欢这个鬼鬼祟祟的猫，唉。它是鬼鬼祟祟的，我在屋的时候它不进来，我走了它进来，这个东西太心眼太多了。